谢谢 Thank you， 谢谢制作单位给的机会。OK， 那么继续呢，为你安排这首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理事朋友哈，哇，您的点歌好多哈，除了刚刚王雷唱那首我不会这，其他的每首我都会，但是我的时间很少啊。OK， 我先唱这首哈，金顾部长最的歌《对少文》，还为你安排这首《午夜香吻》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在场所有的理事朋友您的点唱哈，给我们的这些出这些问题真的很好，因为这些歌曲哦，我们的每一位歌手几乎有一些的已经哈已经忘记了，或者已经很久没有在舞台上安排这些歌曲了。感谢在场所有的理事给的这个机会。